对张家走出来着，带着小弟来到地头前所的山，想袂到差点也去乌阿廖的这头家来给伊操打。好佳哉，信用出名来解决，信用来解决玉凤了后，却叫迷魂车前未过，玉凤一时想袂开，想要跳河自杀。好佳哉，拄到马祖娘娘的开始，伊就那下定决心，好张站开。 改名叫做济娘，而且将小弟的名叫做林良。囡仔时阵的这个林良真不受教，济娘是足烦恼。好佳哉，姓杨斗三工，甲英子的这个调教，林良才开始爱读书，变成一个好囡仔。林良进前后通过了乡亲、乡亲，即卖要上京赴考。伫赴考的路上，熟识了美福出游的老人张家良。原来张家明。 已经成为当今太子的先生，林良则受了家明的好意，住伫京城的张府内，在张府一场意外这大火中，伊来解救了张家明甲夫人的性命。为着安尼，张家明对着林良是更加信任。我这才了解，不是为着我，是因为你。 家好衰，讲是为着我。我希望你多念菩提，当我让你家己心口重三界，教化界受分，解开恶缘。 你即马怪我有罪的，我张家明老师有罪的，我是受你滴的。哼，念菩提，我就要让你知影，啥物叫做菩提？你即个心，就是菩提心，你即个心，就是明镜塔。 你爱死是轻无死，不在你阿丁爱。哼，我想教我念菩提，我咧想，应该念是你，因为你无智慧，无觉悟，唔知一粒针到底是偌会做偌臭的，你这查某你实在是。 我跟你警告，对今日开始，我不准你在家，七早八早赶紧就乌歪门，就吵死人。我跟你讲，假使我当乡下人，若是无路电器，连你这拢有代志，可怜可无的，跟我有甚物关系？ 我第一想林良啊，吼。是啊，啊林良离开厝一天，我就拍一个结。我即马算看卖，看林良到底离开厝有几工啊？燕子姐啊，姐娘，歇一下啊，你来啊。燕子姐啊，我搬过新厝安尼，厝吼，佫大间，佫舒适啦，房间嘛足济。 阿尊公，恁以后拢搬过来住。
唔系，佫足看安尼。好安尼哦。谁讲要搬你去住？我是纯粹讲讲的，无其他意思啦。请你哦，莫阁讲这种话啊，较袂引起别人无必要的误会。是的啦，姐妮，我一时疏忽无去注意到这个问题，我嘛是想讲吼，咱就已经这么熟啊，所以我唔知我。好啦好啦，出来对坐啦，出来对坐。请你莫入去，以后。那无什么代志，请你莫再来阮家啊，较袂造成我的困扰。姐娘啊，这件代志，敢真是有这么严重？我来恁家，也毋是第一天在咱咧出去吧？就是因为安尼，你敢知影？我承受偌大压力？姐娘啊，你是有听到什么话是？我哪拢唔知啦。永志杰啊！这无你的代志，请你莫出嘴。盛雄，多谢你这几年来对阮的照顾，我无以为报。啊，不过为着咱大家好，以后请你莫再来阮家啊。永志杰啊，行，咱入来去。盛阳这回对南洋转来，伊本来是想要向姐娘来讲出伊的心内话，想袂到去予姐娘甲记住，这对盛阳来讲是真大的打击。盛阳去予姐娘记住的代志，真紧，药铺的人拢知影，除了无坤伊之外，无人知影代志是安怎盛阳变成来。也毋过静玉却真欢喜。对情未来咧出主意。哎，你要做啥物？即马是秀兄上需要安慰的时阵呢，紧去啊！我无想要伫个表兄心情上歹的时阵，搁过去找伊。你哪安尼讲？卡叔讲哦，你若要爱秀兄，等下你的身躯边，你唔得把握这个机会。而且伤害秀兄的心是姐娘，也毋是你啊，跟你哪有啥物关系？也毋过。我唔知我要讲啥，凊彩讲嘛，非得就是该安慰啊，进去啦，进去啦。表兄，莫阁艰苦啊啦，我相信姐娘，伊是因为耽误恁娘的消息，才会情绪遮尔啊大。耽误消息了后。我相信，伊应该都会无代志啊。哪有人安尼甲安慰的？我插伊啊！姐娘伊毋是这款人，我毋知伊到底是受着什么款的委屈，为什么这么讲话，会对我这么冷淡？我真正是想无，真正是无聊。前几年要较早嫁，即马囡仔都唔知要生几岁，面对这段老感情，阁真敖歹势，无采情欲得顾咧。哪知影前位是遐尼含慢讲话，讲天讲地，讲啥物嘛无关系，偏偏啊讲这娘唔知要创啥货。无怪这二十年的老感情就是安尼断袂过。啊，若这娘为着要饲小弟。耽误青春二十年，也阁有信用甲情味，这段感情何时归？林良带着亲人的期待上京应试，一直的竞争中，伊无辜负众人的愿望，被皇上疑念钦点成为状元郎。这是天大的喜事，咱彰化人阁加出一个高人。多谢伯父的栽培，咱心跳今日就成就。林良，起来。林良，你太谦虚了。对，即马去，咱就殊途相称，
日后咱嘛是东条为官。你这个名号了真好哦，林良，林良，你真是林中之良啊！文叔，学生才疏学浅，阁有足侪不足的所在，望求文叔继续施教，安尼学生才会进步。你真客气，你看，你是立门之主，以后一定是掌上之才。我这世人最遗憾的，就是恰下无数。咱真有缘，又是同乡，又搁同宗。卡叔公，你若是无气焰，留伫我的身躯边，以后的前途是无可限量啊！多谢文叔的提拔，学生处心处地，无气难忘。也毋过，也毋过安怎？你是怀疑老夫无才调通我栽培你，或者是嫌老夫替你争取的官职无够关心？拢毋是，我考虑的是留在文叔身躯边，虽然对我足有帮助的，但是安尼我就无法度回去故乡，留在阿母的身边。甲友好，甲风台。哦，我叫是为着啥嘞？原来是为了灵动。你这位老母一定是真伟大，看你开嘴也灵动，合嘴也灵动。人伫咧讲友好才有底，真好，真好。卡说总共若有机会。我嘛想要看卖啊，这个烈女生这怎样？多谢文叔的谅解。林良，为叔问你，你敢有意中呢？回文叔的话，阿伯。少年啦，唔免惊歹势。卡叔公真正你有意中呢？我上早调定，请皇兄替你赎罪。上早皇兄。无唔对，伊老夫的职位，那是向皇上上言，唔是一件困难的代志。文叔，学生有一件代志想要请求文叔，请文叔允准。哎，林娘，起来讲，起来讲。看你如此的心中，一定是大事。假使讲老夫若做会到的范围内。一定如你所愿。文叔，我做一届提起阿母一世人的辛苦，就是伊遐尼辛苦，我今日靠我都过着。我想要来这个成就归因给阮阿母。果然是孝子，真好。你讲，你想要安怎做？请文叔代替学生上奏朝廷，恳求皇上允许。表扬阮阿母一生的定志。灵童确实才德兼备的烈女，应该受考封，为教化人心。林良，做你放心，我会呈现朝廷，请皇上赐恩来表扬灵童。多谢文叔。玉凤因为改名叫济娘，所以张家明。开始听到这位老母的故事，了后向皇上书写上奏文章的时阵，拢还未发现这位叫济娘伟大的老母，原来就是家己的查某囝张玉凤。林良高中状元的消息，真紧就传转来乡里。皇上也对嘉明的奏文中，知影林良的老母真切的历史，也赐予济娘官太安夫人的尊位，以及真切拜访一座。县官专程来宣告圣旨，叫济娘拒绝的圣容，踮在厝外听到所有的代志，也替济娘来伫咧欢喜。谢皇上恩赐，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夫人，请起啊。谢大人。夫人，如今你会当讲是有主万事将，恁家不但高中状元，而且都是。当阿故乡本县的县老爷，恭喜恭喜！这是皇上的厚爱，妈祖娘娘的恩赐。阿哥，夫人，
下官已经派专人去找一个好的所在来去尽孝拜访。等找好了后，下官即时来禀告夫人。尤洛大人，你费心吗？夫人，你要带的官体，下官已经选定伫个城东的所在，嘛加派人员赶紧将新厝落成。即时夫人，你就当搬入去住。多谢大人，辛苦你啊！哦，夫人，你客气啊！啊，打了，啊无下官先告退啊。宋大人。恭喜你！你这一人辛苦你。公公，跟你多等罗阿刚。安怎？你不是真思念罗阿刚？是安怎？今嘛我无愿意倒等去罗阿刚。我唔对，我是真思念罗阿刚。一路去，予你破坏去啊！我阁倒转去创啥物？哼！你的一切，就是畏罪的代志做伤济，唔敢记啦。所以一摆，我要你见识一下，啥物叫做真真，啥物叫做烈女，我唔记。你连小想要阁侮辱我？安怎？你即马爱惊假消息？哼！平是查某人，同款无查甫人伫身躯边，人着遐尼遐才情，会当饲一个后生做状元。啊你咧？哇！你免替别人来交臂，当然是未必。人是金汤，你是喷汤，你规工在那遐假笑假电。真的好，假也好，今嘛都是我要过日子。你所做的一切。你知，我知，天地拢知。你们规工提佛经伫咧查你面，手提佛珠伫咧假正经。你讲煞也袂，你那无聊有够，你现要出去。可惜，真正是可惜。一摆卡输，你也无倒转去罗阿岗。我看，就见袂到你心所爱的人哦。听讲，因活甲真好嘛。受其用意，离别啦。我知影，我无法度脱离开你的手中心。我不如卖计算。来，哼，安尼我就放你煞心，我就干干啊要叫因这人出现在你的面头前，你非计不可。你敢不敢一定爱搁伤害因一摆？你敢不敢报应？人家是报应，你这几条冤孽，就是我丢家面的报应，你安那替我替得掉？你最好是乖乖甲我活落去，莫一天干着甲坐死。李秀兰，
有你这条性命是我的，你的痛苦就是我张家明这世人上大的快乐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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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可惜信雄阿爸不得，不一定替我感觉就欢喜。林娘啊，其实哦，你信雄阿爸以后，永姐姐，林娘，咱来等啊。林娘，林娘，信雄阿爸，你等啊。我足想你，阿爸嘛足想你，真好。你真有出脱，无予恁阿母失望。那是我一个好客辈，好阿母，好阿公，我哪有大失望呢？阿爸，阿母，行，咱回来，紧来啊！辛苦千百倍，是啊，阿母，请用茶。乖，
这是阮囝的情缘地，沉落到底，规个心拢感觉温暖起来。是啦，阿母，我这届会当中状元，其实爱真感谢我迄位文书呢。你敢知影，要伫遐尼竞争的市场内底会当高中，这真正是足无简单。你讲的文书，敢是迄位望年之交迄个长辈啊？是啊，就是伊。人我甲人误会啊，我计时专甲人骗，甲人怪咧。是啊，阿健的真正照顾恁娘，有机会哦，咱应该好好甲细多写一个。对。阿母，这届我回来，迄位文书嘛对我回来哦。真实的哦，伊哪里真好啊，恁娘。你去安排一下，看什么时阵方便。哎，阿母，恁着急，文书有一挂代志，爱先去处理啊。要无，等你文书代志若处理好势，阿母才亲自登门去甲说多谢。玲玲啊，你这位文书已尊姓大名士。哎，阿公，你万免着急，我甲您讲，文书已经答应阿母的拜访仪式上。伊要亲身来主持，到时阵我甲大家做伙做介绍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嘛好。是啊，阿母，来，你请坐。阿公，你嘛请坐。啊，对啊，阿母，咱的祖母一代，因为我这届高中状元，我想。应该会好好啊去祭拜祖先才对。啊，是啦，是应该祭拜祖先。啊，不过林良，咱张家的祖母在迄细汉的时阵，就去大水冲走去啊。对啦对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嘛听恁阿母讲过啦。那祖母都拢已经无去啊，即马就算讲要去找，嘛不知要倒找去啊。怎奈安尼？那恁以后的子孙？是要咱去祭拜。林娘啊，既然无法度祭拜祖先，不然啦，那是哦拜妈祖娘娘啦。啊，是啦，林娘是阿公哦，讲了真对，咱来去拜妈祖娘娘，求伊保庇咱张家的祖列宗。这甲这做意思嘛是同款。是同款无唔对，拜妈祖娘娘是应该。但是，敢若想到无度祭拜祖先，心内有一挂遗憾。只要你有这份心哦，我相信咱张家的祖先一定感受会到的。妈祖娘娘。多谢你保庇林良，一去高中，我才知影侪年的心酸，总算无白费。顶关的清白，有再见青天的机会，多谢你。时候未到，今生宵夜，来世如愿。妈祖娘娘，你讲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信女听无啊？妈祖娘娘，救我！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！去这么可怕的房，公公，有什么代志要发生？
这娘这位关泰安夫人的亲戚排变，在林良迎归故乡了后，就已经达到定居安葬的地。大家真欢喜来参加这个盛会，就一直无爱来参加这个盛会的秀乱，也踮在家明的压迫之下来到现场。贫妇叩见大人、夫人。遐文书替家庙披上丰盛日出的真好下篇。泰安夫人，你的玲珑如此的优秀，培养一定有一个真伟大的老母，教导有方。所以本官特别要来看你这位才德兼备的奇女子，来，请起。谢大人。文叔，嗯，泰安夫人，请你将头打起来。谢大人。哪会叫你玉凤？你叫阿母，公婆，你是阿爸？阿母，进去！你这个见笑的查某，竟然为点么吃鸡肋肚？哼，电话玉凤。真好，真能力，你根本就无够格。老爷，这是我叫文叔的啊。文叔，家庙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竟然用下笔？大胆公道，你竟然敢欺骗皇兄！阿信敢请文书明察？你个这臭贱查某，讲啊敢那信哈尼啊诚实，敢讲你无罪信？阿爸，我求你，你莫阁讲啊，好无？我那不卡是做伟大，全乡里的人拢知啊。伟大，那是伊咧骗你的，无那得用假名。阿母，文书讲的敢讲是真的？我不得要哭穷，我真正不得要哭穷。伊的哭穷就是惊人知，较早见笑呆。无，这不是事实，是误会。是啦，文叔，这内底一定足侪误会。赶紧，老夫知的代志是比你较侪。丈人丈，你欺君罔上，罪不可赦。本官绝对昭明皇上，将你罢职。你就准备听候烦恼。请文书信咯，阿信绝对无冒犯的意思，请文书收你的性命。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阿爸，我叫你妈来替太林了，伊摸唔着阿爸。老爷，我求你，你了解林了啦。你什么都不知啊，英子，对我英子，你的命搁正轮安怎？甲这当阵搁还未死，你甲张玉凤同款话说下，真袂见小屁点么叫？老爷讲了是，老奴也无是处，只求老爷，你别这块林了，了下去啦，老爷我求你。我求你啊！
英子，啊！静怡，给我倒转来去，叫。阿爸，阿爸，我求你，你饶人饶，你饶人饶，好不？老爷，你两位大小姐甲人饶，老我求你啦。是啦，是啦，公主，在你受的性命，以后学生唔敢去冒犯啊。好，免阁讲啊，叫转，叫，叫，老爷，叫，公主。快走，你等等，你等等啊，林六，林六。这明明是皆大欢喜，哪知影张家明性地一个气，所有的人险惊死，因为伊的个性是极端无比。那讲到张家明的性地，实在是惊死人。这性地那压起来那跳动，嘛无人一个气就气二十吨。就算因查某囝无嫁翁，这生囝的多，敢有遐尼重？何况伊菜头根本无去落稻仗，二十年后还搁伫遐咧糟蹋人。文叔，文叔，文叔，快进来！文叔，文叔，叫！文叔，我老母到底犯了什么错？哪样来看对着我啦，文叔？你个爹母伊，把你母女出动，叫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唔放弃皇叔？搁打连娘，看连你吧，你唔是讲过啊？林良是中华公民，也是你的骄傲。无唔对，是你的光荣，嘛是我的骄傲。安怎？今日等于落我讲，回你的客兄，这条路嘛无算白行的啊。你，老爷。外口有人要求见，是张娘娘袂走是无？老爷，不是，是一个叫赵英子的人要求见。英子，赵英子，你这只老狗，你的性命有哪这尼啊软？好，叫伊吧。是。不要你。紧叫你走，不要你害你吧！紧叫你走。小弟，交夫人出来房间几下，谁敢放你出来，谁就有大事。老爷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我大家老母子老爷，老爷，我求你，老爷，老爷。老爷，老奴用一千万。赵大总管，经过二十年啊，你是受什么款报应？连行路都拢行袂好势啊！老爷，老奴该死，老奴犯了遐尼大的过错，就算讲死一百遍嘛无法度弥补。啊，不过求老爷饶过林良。参照你这款贱命，你有啥资格同我讲这款话？赵林良是世丢，你是世丢，你凭啥替伊讲情？我，哼，真是不知廉耻的狗奴才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林良真无简单，才有今仔日的。这拢是怎样？是玉凤小姐一时口得来的，求老爷，你放过伊，给伊一条生路。因为伊拢改姓，
偏偏这当中，侬伫个面头前出言，这不是因的错，根本是我的错，是老奴的错，老奴早就应当死了，可是会当消毒老爷心头之火，要抬要看，老奴绝对要闪避。我坦白甲你讲，即摆是半夜要煞，这看戏是唔煞。我想要留你只老狗继续搬。老爷，老爷，我求你！放手！带人啊！老爷，将拖出去！老爷，我求你放过你娘啊！老爷，我求你啦！老爷！姐娘，你莫艰苦我啦，你娘一定会回来。毕竟我一时无法度他们接受这款的代志。讲到这个阶段，嘛实在是，人都遐老啊，对这件代志搁受袂透。姐娘，小雅，你要去倒位？小雅，伊可能是去找林娘啦。就在警卫因家门啊安慰姐娘的时阵，秀鸾利用家明伫咧见英子的时阵，跑走来找姐娘。娘，无假了啊，姐娘，无阮先来等。Thank you.
娘，为什么？什么？我自细汉叫我笑到大汉，今摆就要因为偷窥啊，受到这款的侮辱，阿母哪有可能是这款未见笑的人？给我英子，你的命搁真难安怎？甲这单尊哥阿未死，你甲张玉凤同款畏小下真未见笑，你干么叫？阿母较早号做张玉凤，为什么即摆改名号做姐娘？是不是阿母有什么未通见人的秘密？文书命阿公甲阿母同款未见笑。敢讲因两个？无可能，这绝对无可能。唔对啊，恁一阿公教我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带来阮家？而且这一带来是十几年。恁一阿公对阿母的照顾不为不敌，这嘛足奇怪。除非我怪文书安尼卖阿公的时阵，伊拢唔敢应出，阿母却莫名其妙的改名。如果因两个之间真正有啥物暧昧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这是欺君之罪，还斩头的。我要紧起来调查好清楚才对。你敢不是林良？林良，林良，信雄不是去找林良，奈无看信雄送林良回去。想知影，咱进来等。信雄，你是咧讲啥？你要带这牛离开山西？因为这个所在对伊的伤害已经伤大，我实在不忍心，搁看伊受这款的折磨。这件代志，你敢不甲这牛讲过？阿姨有答应你要走？我无问，我嘛唔知影。假使伊难答应嘞，不管伊是答应也是唔答应，我拢已经决定了，我一世人要陪在伊的身躯边，照顾伊一世人。你这是啥物决定啦？前位有倒一淡薄，敢讲伊真正甲这尼袂比起？一定，这毋是比的问题。前位，伊确实嘛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。我对这娘的感情已经收不回来了。好了，既然你都已经安尼讲啊，我就尊重你的决定。是讲你专工走来跟我讲一件代志，是啥物原因？是因为这位，我实在唔知要怎解开嘴，我要全心全意照顾这娘一世人。这位阿姨放心。我甲讲，啊，大家拢已经大人啊，我相信警卫甲我同款，会尊重你的决定。多谢一定。是的。
知影。阿母对你的承诺，从来就毋实现过。又搁对伊忍让，阿母保证我会当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伊，因为伊是。是我的囝，阿公，英子阿公，苏苗，林娘，林娘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？你敢知阿母是我娘着急？苏苗，你知影林娘是无辜的，所以特别来看林娘，对不对？是。林娘，这大汉嘛，林娘，你过来。苏苗，林娘真正是无辜的，林娘什么都唔知啊，所以拜托苏苗回来文书讲，请文书来读出我的功名，好唔好啊？放心，我一定跟你斗三工。你放心，苏苗，多谢苏苗来看我，请苏苗回去的时阵。替我甲文书求情，请伊莫阁生气。林娘，你放心，你绝对会无代志的。苏表一定会支持你。多谢苏表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林娘永远拢袂袂记你。苏表，请。阿公，你去倒？我四处找你，拢无呢。我无去倒啦，我只不过是哦，四处行行的啦。我有代志找你，你对我来。林娘啊，行较慢的啦，阿公这边对袂到啊啦，林娘。我问你，你跟阿母到底什么关系？你提讲一下，我哪拢听无啦。你卖结讲啊，阿两脚慢慢胖。你是听着啥，还是我听着啥？弱调连不低，除非计谋不明。我是做唔着啥，你安尼搞我怀疑。你卖去假啊！一个无翁的查某，你这个查某，你厝里一大就是大十几栋。你若不是个客兄，无你是啥物？你听我袂讲啥哩？你哪会安尼侮辱你阿母？哪里我问你，伊有啥物要改名？你叫红骂到安尼的时阵，你有啥物无爱回嘴？我拢已经变十斤仔囝，你哪里足欢喜的啊？你的良心伫倒位？你娘啊！代志毋是安尼啦。过去毋是甲你讲过啊？我以前是恁阿母后头厝的管家。我咧骗笑的，我阁是皇上的亲戚。赵英子，你袂当为着你家己的快乐，让我碰见官位代志是小，满门抄斩，连珠救助，迄才是大代志，你知唔知啊？
我绝对无甲你骗啊！我甲你阿母绝对、绝对是清白的。我一世人亏欠你太多太多了，我绝对袂害你的啦。我爱安怎做，你才会相信我呢？你去死啊！你去死，我就相信。我今麦阁袂用个死，我阁有代志要做，我今麦阁袂用个死啦！你袂当死，就是我死。你是要让我逼到绝路，是毋是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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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林流，阿公绝对绝对无我害你的心。其实，二十年前我就应当死。我人肉偷生，是为着要证明代志的真相。林流，你爱相信我，你爱相信我。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。林良啊，卖孤林啊啦，皇上哦，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啦，而且妈祖娘娘嘛会保庇啊，你一定会袂有代志啦。林良，卖孤林啊啦，你饮真济安尼。阿公，你讲我的就是要证明代志的真相。那我问你，真相是啥物？一个可怜人的故事，敢有比我可怜？超过千百倍，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带着因阿母甲外人所生的小弟，受尽侮辱，忍受痛苦，如坐如眠，照顾迄个囡仔。在外口过着流浪凄惨的日子，一个清白的查某囡仔，被人当作是一个失德的人，你讲敢无可能？阿公，我见。你知影的代志太济啊，这对你来讲不是好事。你叫的是啥物意思？你敢捌听过“杀人灭口”一句话？你叫的是……我唔知你讲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是张大人迄天你拜访讲遐的话，确实是千真万确。那是去予皇上安上一条欺君之罪，那呢，我都无法度像即卖坐伫遮甲你讲话啊！你唔相信你阿母是清清白白的人？这唔是我要相信唔相信的问题。这件代志若是传出去，皇上有啥物看法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我袂当无心做准备。你想要甲我除掉？但那死无对证，无唔对。张家明来发现，家己报请皇上温主办事的真好百变的女子，竟然是苏东年和家己赶出家门的查某囝。七日百变，做也唔是，唔做也唔是，真想张家明唔知要如何是好。
Thank you.